他是什么时候疯的呀？是原来就疯，还是没有他打电话的时候都是正常的，报警的时候都是正常的。这个疯是来到现场之后，我们受了刺激，所以有可能老爷子没有想到自己儿子也在里面。对，然后慌，赶紧打电话报警。报完警以后就觉得这事儿可能，哎，不知道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冰晶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啊，就是说动的时间比较长，但烧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只是有发现冰晶。这个在检验的过程中还是挺难发现的，因为它是火场中间的。嗯，它可能会被化掉。对，它可以确定这对于圣男老公来说，这里肯定不是第一死亡现场，啊，它是一个遗失的现场。犯罪嫌疑人他是希望让我们觉得这两个人同时烧死的。 制造一个假的现场吗？对，然后他也希望我们觉得这两个人有矛盾，因为钱。那谁希望？谁会最希望这个事情？想他们死的人啊？对，是是是是。点出了问题的本质。然后谁又能够去拿他们两个的手机？是男。也许。 在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悠悠老公还没死呢。发短信的时候，悠悠老公肯定是没死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起火，他又是生前烧死的嘛，所以他肯定是没死的。然后他又想让他们两个死在一块儿，然后又想让我们觉得这两个人有欠钱、有矛盾。那如果这样也太直接暴露了吧？就我俩。 对啊，没有这么简单吧？有没有可能就是也有人直接想到这个，然后利用这个来掩饰自己呢？让直接的这个矛盾的焦点转移到我们两个身上，你说呢，小警察？怎么还能没有知道？<笑>先放过小警察，他毕竟初入职场。小警察自己在这画画呢。 我说老实话，你从口供上看，两位美女的供口供有点怪啊。他们明显是在，好像是在打配合，然后前面又给你演了一个互相起矛盾，然后转化的太快了，很怪的。就是在这种命案里面的话，如果一旦被怀疑了的话，我会马上站在你对面，我会咬死你。如果我不是的话，或者哪怕我是的话，但是他们就飘来飘去的。 你要一会儿又啊，肯定是你怎么怎么，然后你老公什么什么什么。警官，他前夫就是个赌狗，肯定是催急了，他就把我老公给杀了。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突然之间又两姐妹又开始共情。他真的不是个东西。那如果真的是两个女生做的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只能互相打配合呀。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崩了，另外一个人绝对会崩啊！你活我才能活，不，这看起来不像是两个人合作，他说这个话不太像是这种他俩是这种关系。那问题是，那个是男老公要把他的尸体从冰柜里面搬到车上，对，这一个人肯定做不到吧？因为两位死者一是好赌，欠了巨额的债，然后一个家暴，另一个家暴，这两个已经是。 非常让我们讨厌的了。那在各位的这个生活当中，在你们心目当中有哪些渣男的行为会让你们感觉特别特别的厌恶？很多啊，那种脚踏多只船呐，那种海王啊，然后 PUA 欺骗呐，然后就像那种骗女生钱。你为什么要看着我？你紧张什么？我只是。 呼应一下，可以。我都给别人花钱的那个。<笑>我只是跟你眼神交流一下。圣男老公也是，好像有这个行为，就是他好像是教别人怎么去 PUA。对，多垃圾啊！虐猫，那心里有问题，这种人心里扭曲，要不然他也不会家暴，对吧？嗯，而且虐猫那个东西未必是前夫啊，小号只是船嘛，大家的船是他小号，指不定就是老公自己的号。你看，马上替你儿子来开脱。没有，我在说自己不好。你以前是律师，然后又是他前夫的爸爸，我肯定特别会钻法律的空子。你不可能存在这儿毫无意义，就像上一场的洋洋一样。
就是你的存在必定会带来一些作用。我指定身上有点事儿，我跟你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咱你是他们俩渣男的老师，我是 master。来吧，让两位男士说说。两位男士，就有家庭有孩子了，然后去祸害别人小姑娘那种的，就我觉得太就是恶心，你知道，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厌恶，我觉得对不行，就这种特别。难受，嗯。你呢，小警察？警官，就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那种中年油腻男，你知道吗？那真的没事就动手动脚的，很烦。甚至还有那种公共交通工具，就是借机揩油啊，就是那种特别变态，就。哎，你叹啥？你叹？你叹气了？你姐你。别这样啊！你咋了？盛楠，聊沉重啊，盛楠。完了。一想到这样一些人的经历，很唏嘘啊。特别是这次盛楠的角色就是这个样子，而且通过刚刚那个视频也看得到，就是他家暴完之后还录了这样的一个视频，把问题怪罪在盛楠身上。都是我错了。你原谅我，我该打，我该打。没关系，亲爱的。你看你把自己打的，这其实是一种，我觉得就是在精神上面对他的一种控制也好，压力也好，摧毁也好。这不就 PUA 吗？PUA吗？你不行，你没了我，你活不了，你太差了，你知道吗？你在我心中，你就是这样。你身边的人，你看看你没了我。那他通过这种方法把对方留住吗？他不单纯的是留住，是控制。我觉得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那个苦不堪言的问题，没办法说出来，也当事人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嗯，好，那在我们现在的推断当中，你们认为嫌疑人可能会是谁？